中二普通学术华文单元四，最美的姿势。小学时，一场车祸导致我的脖子歪向右边。从那以后，别人的目光成了射向我自尊心的利剑，让我不敢直视他们。升上中学后，身边的同学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貌和打扮，也喜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和朋友的照片。我却总是独来独往，用沉默武装自己。我从来不拍照，因为不管我怎么打扮，也掩饰不了自己的缺陷。一天，喜欢摄影的陈老师提议办照片展，让我们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。他会为每个同学拍一张个人照，然后贴在布告栏上。大家都兴致勃勃，但我的心却沉到了谷底。同学们个个站到教室前，摆出各种姿势让陈老师拍照。怡心，快来拍照。我最不想听到的话还是响起了。我慢吞吞地走上前，心里很慌乱，感觉同学们都在注视着我。陈老师问道，怡心，你觉得你最美的姿势是什么？我摇摇头，低声说，我没有。陈老师笑着说，你错了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美丽的姿势。他接着对大家说，我们一起帮怡心设计一个最美的姿势。这时，热心的甜甜跑了过来，让我用右手托住右腮，再用左手托着右臂，教我摆出像是在思考的样子。咔嚓一声，这个姿势定格在陈老师的相机里。隔天早上，甜甜把我拉到布告栏前，说道，怡心，快看，你的照片多好看。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说，是啊，而且看起来好有智慧。这时，不知是谁开始鼓掌，渐渐的，掌声连成一片。同学们温暖的话语和掌声令我感动不已，不知不觉间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那张照片和同学们的肯定，不但帮我找到最美的姿势，也帮我找回了信心和勇气。原来，我也可以很美。我开始主动与同学交流，结交了许多好朋友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我们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最美的姿势，都可以活得自信，活出精彩。生词朗读：脖子、缺陷、摄影、谷底、姿势。词语教学：中二普通学术华文，单元四，最美的姿势。脖子，解释。头和躯干相连接的部位。例句一，那个小孩伸长脖子想看前方的景物。二，他脖子上戴着一条很漂亮的项链。缺陷，解释，不完善或不健全的地方。搭配，生理缺陷，先天缺陷。例句一，那个小女孩一出生就有身体缺陷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。二，我们应该帮助身体有缺陷的人，而不是嘲笑他们。摄影，解释，用照相机拍下实物影像。例句一，他喜欢摄影，每个周末都会拿着相机到处拍照。二，他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，打算办一个摄影展。谷底，解释，比喻下降到最低点。搭配，跌入谷底，沉到谷底。例句一，他听到了坏消息后，整颗心沉到了谷底。二，就算你被挫折打入谷底，也不能放弃希望。姿势，解释，身体呈现的样子。搭配，姿势端正，姿势优美。例句一，他摆出最美的姿势，让摄影师拍照。